要一直卖。你买你自己会摇吗？好玩欸，好，要动，棒哦！看，好高兴。看，看妈妈，看，看妈妈。OK， 嗨，嗨，赶快嗨，嗨，嗨 ，Hello， 嗨，好棒哦！哦，谁比较高？ Hello? 谁比较高？看，你干嘛眼睛那么忧郁？谁比较高？这种荡秋千，适合小 baby 哦。呼，啊，谁高高？好棒哦！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。那荡秋千。哦。我要赞同。哦，再搞一两只。买啊！我买呀，我阿妈给你摇，你给我买。阿妈摇你才会高高啊！你才会高高嘞，还买呀？你要说谢谢阿妈。嘿。买啊！嘿买，好买。你看。你要说谢谢阿妈。你不动，你看。好，你现在都不动，你看买啊，你看买就没有了，就只有弟弟动哦。哦，弟弟你要高高了哦。你要高高吗？你要不要高高？要不要阿妈摇？要不要？阿妈谢谢。阿妈谢谢。啊、哦、好，阿妈摇哈，过来摇哈。买呀！哎，够买。阿妈摇你就不要，阿哥够。看哦，头头小心哦，看哦，头头。够买买好，你看。买，阿妈没有跟你摇，你看看你就没有高高哦，你就没有高高了，弟弟高高哦，弟弟高高，你看，弟弟高高，你没有高高，弟弟有没有高高？你要不要高高？高高。好了，是阿妈谢谢，是阿妈摇，阿妈谢谢。你要叫阿妈帮你摇。你看你没有高高了，要不要高高？要不要？凯凯要不要高高？凯凯要不要高高？你看你没有摇了，要不要高高？阿妈摇好不好？好，谢谢阿妈。摇，这样才会高高，还说买，有没有？这样就高高了，嘿，又够买。你看，你又买，啊买你就不会高高。他觉得他要自己摇，他现在什么都要自己摇。好玩。好玩。妈妈。要。好玩。好玩哈，好玩，我看到了，好玩。好玩。好玩。凯凯就是荡秋千，荡秋千好玩，对不对？啊，荡秋千好玩呢，好玩，有没有好玩？有没有好玩？